众瞩目，即将登场。40个女人齐聚一堂，12月12日起，每晚8点，中天综合台，沈春华，我们秀，秀出我们的创意生活。新闻开始，来关心选前的超级星期天。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星期天造势活动最后一站来到了台南，在文化古都主轴推的当然就是文创产业，那以文化优先教育扎根，带领台湾走向国际。没有选举的时候，我们不曾分彼此。真的是马不停蹄，星期天造势活动的最后一站来到府城台南，而副总统萧万长早早就先来帮忙助讲，副总统候选人吴敦义则是紧接着绕台声势，帮立委候选人加持冲人气。看演讲这场，都知影讲台南咱会赢，对不对？对，文化优先。文化古都台南打出文化优先教育扎根，牛肉当然得要端出来。我们基金将来也拨了100亿来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之用，我们在南部还会新建嘉义的故宫南院，我们在北部现在的故宫博物院有一个大故宫计划，要把它展览的面积提升5倍，要跟世界级的博物馆，譬如说巴黎的罗浮宫、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来一较短长。一整天下来，马英九行程满档，却还是精力充沛，把握选战倒数，全力冲刺，每一刻真的都不能松懈。中天新闻台南综合报道。